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狼。没错，你们看，狼站在山头上，大声的嚎叫哎。狼在夜晚嚎叫。狼为什么喜欢在夜晚嚎叫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是因吗？牙痛，爱爱叫。还是爱呢？在演电影，他是大明星。该不会是三吧？该唱卡拉 OK 了。来告诉大家为什么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狼在和同伴沟通哦。哦，狼多半在夜晚活动，透过嚎叫可以呼唤同伴，也可以用来标示地盘，寻找配偶。狼宝宝肚子饿，也会发出精细的叫声，告诉妈妈想吃东西咯。哦。所以呀，狼嚎跟月亮一点关系也没有哦。